咱们这块面积是非常全的啊，最小面积现在有85平，然后到那个300来平的连排别墅也是有的。像两室啊、三室啊、顶月啊，像一楼啊这样的户型，这块都有。那这个区域也是有凉亭的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啊。我这块拿一下门禁卡啊，马上我们就过去了。先带大家转一下别的啊。门禁卡。没联系上。那这个区域也有凉亭。那个阿七，稍等一下啊。这个1000米这个有氧慢跑道，那你让他下来吧。像咱们这块的小学的话，是那个创新小学啊，创新小学非常好。然后的话，周边的话，配套是非常齐全的。像你平时下班啊，不想上那个就是太远的地方去购物不方便的情况下，像咱们小区的西北门是有中天农贸雨露超市的。里边的东西是品类是非常齐全的，在我只要你这块的就是。需要的它都有，然后这个是咱们地下车库的采光窗，这个采光窗的话，咱们地下车库的话，这种采光通透是特别好的啊，所以地下是不潮的。而且咱们那个地下车库也是非常好的啊，都是那种带那个地上车库挪到地下去了。都是那种独立的，带那个卷帘门的，非常的方便，而且每栋楼下都可以就是直达到车库的，不用说再走小区那么来回折腾了。这是咱们业主装修的院子。我们马上就到102平啊！沈怡，谢谢。这个是咱们小区的那个单元进户大堂，是不是很气派？往里面走啊！可能坐电梯会有信号不好，大家马上就马上就会有啊。
我们现在来看一下102平电梯洋房，两室户型。我们是采用的是一梯一户的啊，就是C 户走 C 门，啊，是电梯是这种对开的，双开门的，开门电梯就到家了。啊，这是咱们的一个那个私属空间，阿七在吧？阿七。这个私属空间的话，你可以就是打点鞋柜儿、衣柜儿，啊，把这块换完鞋，然后再进屋，啊。这个是客厅，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客厅开间是多少？这个客厅开间是6米。面宽非常的大，而且采光是非常的好，很大的一个背景墙啊。这个角度给大家录一下，看看我们这个面宽。这个是厨房，这个凳子这个位置是给大家预留出来的，这个做那个冰箱放冰箱的。而且咱们这个窗户是非常的宽的啊，非常亮堂。厨房你做三四个月都没问题啊。北侧卫生间。看咱这卫生间咋样？采用的是干湿分离。啊，这边是洗手盆儿，然后梳妆台啦，然后下边可以放洗衣机，上面可以放一些洗漱用品。然后里边的话是有这种浴瓶的，洗澡、上厕所。而且主要的话，它是明卫。通风好，没有异味儿。现在这个是102平的电梯洋房，一梯一户的一个设计，电梯入户。这个是主卧室，主卧室开间是3.5米。这个是嵌入式的衣柜，大家看没看见？它是在墙里，嵌入式，原件给大家看啊。非常的大气整洁，非常的板正。不像以前啊，以前就是你放个衣柜，可能你就是这个屋子里面会突出一个大衣柜啊。这个的话是这个嵌入式的，